第31题，与恩渠一类似 L 造型的容器，并且从开口端倒入一些水，如附图所示。比较 A、B、C 株四点的水压大小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这叫做水压进水压力，公式是 P 等于 HD。 那么我们都是水，密度就一样，我们就不要理它，我们就看到深度 h。 那么深度老师上课强调过，要算到所谓的自由溢面为止，在图上就是这里，叫做所谓的自由溢面。所以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 c 跟猪它的深度是相同的，所以呢进水压力呢，我们的 c 就会等于猪。那么同理呢 ，a 跟 b 的压力呢？ 也是相同的，因为它深度也是一样，所以呢 ，A 会等于 B， 但是呢 ，C 的深度比 B 来的深，所以呢 ，C 的压力会比 B 来的大，所以呢 ，C 会大于 B， 所以我们压力的大小呢，就是 C 会等于猪大于 A 等于 B。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，比较 A、B、C 株四点的水压大小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PC 等于 P 株。大于 PA 等于 PB。